大家好，我是 Jacky。 咁今日要讲嘅系 MAFEX 嘅 Batman， 呢个系断臂，即系最著名嘅一个 Batman， 就系被人断背嘅 Batman 啊，系啦。咁迟啲会出埋佢嘅 fan， 就系断佢背嘅，系啦。我是 Jacky， 今天要讲的就是 MAFEX 的 Batman。 他是最经典的其中一个封面，就是他这个故事就是他被 fan 屈断了他的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典的造型。其实老麦都好像出过了，但是1比12的都是 MAFEX 是会准一点的。但是 MAFEX 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日本仔想的东西就会令到蝙蝠侠没那么操作，因為他用 body 咧，又是用翻一貫的漫畫蝙蝠個 body 啦，係 hunch 個 body 嚟嘅，一睇就知嘅。飄翻張圖俾你睇就知道。咁其實佢嘅動畫系列就會好受削咯，咁咪？咁但係我見到佢嗰個可動啦，同埋個關節度啦有所提升嘅。因為蝴蝶關節都有出好多，所以它可動都算是不錯的，是的。不過今時今日其實即係做啲一比十二，我覺得大家都有翻唔上水準的了。跟住披風有兩款啦，一個咧就有角的，另外一個就冇角的，大家其實個車髮和有鐵線是一樣的，係啦，你可以扭造型的。好嘅，咁唯一就
我覺得佢配件嘅略嫌係少啦，雖然都幾經典嘅呢個造型，因為佢嘅配件淨係得呢個一個成面索啊，佢連蝙蝠鏢都冇俾你啊，係啦，咁呢個亦係連槍都冇啦，係一條繩嚟嘅，係啦，即係佢連整支槍都爛啦咁嘅狀態啦 ，OK， 咁跟住。佢又整咗個潛水嘅頭俾你啦，咁但其實喺其他版本嘅，我唔知點解好鬼中意 Batman 潛水嘅，係啦，就整一個大氧氣筒嘅 Batman 嘅頭俾你啦，好鬼異味嘅。咁跟住佢係俾你拆咗件袍啦，就換呢個件去變成冇袍版本嘅，係啦。咁我覺得佢係真係有少玩嘢嘅，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經典造型啦。咁嗰啲手型啦，都係好尷尬嗰啲啦，就係、是、一般啊，我唔介紹啦，因為一樣嘅，從我覺得之前出嘅，無論超人啊、Batman 啊，都係有色嘅啫。咁唯一真係個拗點咯，雖然佢有即係三個頭啦，有一個正常啦，有一個尖耳啦，因為佢尖耳都好經典嘅，雅華設置嘅尖耳啦，跟住多咗個帶水嘅啦，一個係正常嘅啦，咁係合雕啦。咁中間就有一個。比較卡式嘅一個蝙蝠勾爪啦，係啦，咁但係真係配件真係略嫌，我覺得係少嘅，係啦，起碼都整翻個蝙蝠鏢啊，呢個最低限度或者其他佢用過嘅一啲特殊裝備啊都冇嘅，係啦，同埋最低限度你都整勾爪都整支槍啊呢個位，咁呢個位就一條鐵線嘅船啊，係啦，咁啊真係少嘢玩嘅，我覺得呢、這個。除非真係好中意造型啦，咁同埋佢遲啲會出埋 friend 啦，咁我等埋佢就再做一個對比啦，咁啊條片就嚟到依度啦，我係 Jackie 專家1:12:1:10嘅玩具嘅，關注我，拜拜。